天咧要收翻好我條腰。咁其實咧，我生完仔之後咧，我都覺得咧自己係瘦翻噶啦，但係咧腹部嘅線條咧都係冇以前咁靚。咁所以我決定咧同大家由 B B 班開始，咁就係一連四集咁去同大家訓練我哋嘅腹肌，強化我哋嘅 core。咁咧有啲女仔可能咧之前都有跟我嘅一啲腹部練習去減肚腩啊，或者去練我哋嘅腹部線條啦。但係佢話啊，點解我冇人哋咁明顯嘅咧？咁可能咧就係你嘅體脂比較高，即可能係出面有層厚厚的脂肪層，咁我哋咧必須要配合埋大氧嘅運動，一個星期至起碼抽三至四日出嚟，你可以去跑步啊、跳舞啊、做 gym 啊、游水啊、打 boxing 啊，做乜嘢都好，咁樣最後嘅效用咧就會係最大啦。咁如果本身咧你已經係都 fit 嘅，咁只不過係想再粗啲線條出嚟，令到自己條腰更靚咧，咁呢一套動作咧就啱曬你啦。咁每一日做一 set 啦，咁其實咧當呢一套嘅運動咧，你做到好似習慣咗咧，就開始去做第二集，如此類推，慢慢做到去終極版就係第四集。咁今集咧係最簡單嘅，咁大家聽咗指示就 OK 啦。開始，我咁首先咧第一個動作咧，我哋瞓喺度先啊。OK， 好，跟住之後咧，升起我哋一對腳。好，升起一對腳咧係90度嘅，然之後咧慢慢將我嘅手咧包住我哋頭後面，係啦，然後拎起我哋嘅膊頭 ，OK， 然後咧將我哋一對腳慢慢落去，好，落到60度停喺度 ，hold 住10個呼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30度 ，hold 住10個呼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就係掂到地下嘅 ，hold 多10個呼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將對腳拉翻上去90度。好，跟住咧，我哋將我哋一對手咧，慢慢掂我哋嘅小腿，然後落翻去，放喺地下，拉翻上嚟掂小腿。每一次上嚟嘅時候，我哋呼氣，吸氣落去，呼氣上翻嚟。OK。咁我哋會做10下，記得每一下我哋都要收緊個 core 喎。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難度嘅，但係我哋堅持下，好，跟住之後咧，我哋慢慢坐翻起身咯喎，然後咧將我哋一對腳啦拉向前90度嘅，手都係一樣向前，咁記住咧，我哋背脊咧一定要伸直，我哋嘅腳咧係90度就 OK 噶啦，好，跟住咧我哋將我哋嘅手咧慢慢向我哋嘅身體打開佢，淨係咁啫，然後拉翻翻去。打開佢，拉拉翻佢，打開佢，拉翻翻佢。OK， 好，我哋做10下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OK， hold 多10個呼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跟住之後咧，我哋到下一些動作咯喎。我哋咧首先做一個平板嘅姿勢先，係啦。咁我哋嘅前手踭喺地下度啦，記住 check 好咧，我哋嘅手踭同膊頭係成一直線。跟住咧，我哋一對腳咧都係拉直嘅，然後咧 pat pat。唔好上，亦都唔好落，喺中間嘅。我哋就咁樣 hold 住20個呼吸啫。好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收緊條腰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。
20，最近休息，係咪好舒服呢 BB 班？然之後咧，我哋會做一個側平板。係啦，咁我哋都係啦，前手臂喺地下度，記住咧，手踭同我哋膊頭係成一直線，然後升起我哋嘅上手臂，好，慢慢落去，將我哋嘅上手臂拉向我哋腰間嘅位置，再拉翻上去，咁樣維持一下，我哋每邊做十下，開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落翻嚟。其實呢一套嘅動作其實係喚醒翻你入邊嘅肌肉，可以爆發佢出嚟。好，跟住到另外一邊啦。咁如果係好似我咁樣啱生完 B B 啦，你都會發覺咧，其實都係比較吃力嘅。不過唔緊要，我哋有嘅係時間，我哋慢慢嚟 ，OK？ 好，到另外一邊，升起，做一個側平板，升起上手，慢慢將我哋嘅上手拉向下，去我哋腰間位置，再拉翻上去，咁樣維持一下 ，OK？ 好，咁我哋咧盡量將 pat pat 升上去嘅，好，落去，拉翻上嚟，開始做十下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堅持，八、九、十、我希望透過我自己呢個課程喺一個月之後，我會有好大好大好大嘅進步。所以我係永遠都係同你哋一齊嘅。OK， 好，已經過咗十秒啦，我哋。繼續了，好，首先咧，將我哋嘅瞓低喺地下度，然後將我嘅手咧放翻喺頭後邊，拎翻起我哋嘅頭部同埋我哋嘅兩個膊頭，然後雙腳咧拉近，係啦，屈曲我哋膝頭哥，跟住咧，我哋慢慢伸直我哋嘅左腳，將我哋右腳咧貼去我哋嘅左手嘅手踭，然後轉另外一隻腳伸直 ，OK， 好，咁我哋會做20下嘅開始，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最后十下，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坚持，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啊！咁我哋咧今集咧就完成咗啦。咁我希望大家咧可以坚持一个礼拜系做呢一些嘅动作啦。咁如果大家咧想跟贴呢个腹部嘅练习咧，记得 subscribe 我个 channel， 咁咧就会有个钟仔提示你我几时出片噶啦。好啦，拜拜。